国是梨的最早产地之一，南北方皆有种植。在古代，梨被称作果棕。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如今，全世界至少有81个国家把梨作为农业作物。四川省是我国梨的主产区与资源大省，栽培面积居全国第2。本期金字招牌，循着梨香去探寻川内2大梨产地的累累硕果吧。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天府之国，在数千年的生息发展过程中，根据独特多样的自然条件，凭借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种类繁多、特色明显、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传统农业生态系统，苍溪雪梨栽培系统就是其中之一。雪梨是奇栽，苍溪雪梨是九龙山一个姓施的农民上山砍柴的时候，发现那个树上结的梨子又大，水分又多，又化渣，所以他就把那棵梨树挖回去栽种，通过精心的培育关护。 附近的农民纷纷种植，大家亲切地把它叫做私家梨。上世纪90年代初，苍溪县确立了庭院富民、雪梨立县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而苍溪雪梨作为沙梨群落中发现的一种独特品种，其单果最大重量可达1900克，又被称为沙梨之王。 在距离苍溪县城几公里外的中国苍溪梨文化博览园内，中国梨文化、苍溪民风民俗、农耕文化和现代农业科技文明都展示于此。这个野生沙梨标本就是我们从九龙山采集回来的野生沙梨树，通过皮层和的人为，我们看已经有上百年的生长历史了。我们农户就从 野生沙梨树上采集种子来培育我们的砧木，然后在上面加起苍溪雪梨，使我们苍溪雪梨口感更好，品质更佳。当地所产的雪梨具有果大核小、肉质脆嫩、汁多味香、甘甜化渣的特点，其可食用部分高达90.4%。苍溪县云峰镇青岩村是当地有名的梨树村。 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有苍溪雪梨，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从10多岁就看父母种梨，觉得种梨这个还是挺可以，我们就自己开始种。种呢，但是我们觉得在本地来说，我们这个梨啊，是我们本地人是离不开这个梨的这一半。我们本地的人都是与梨有些深厚的感情。在当地， 大部分的种植户都是从父母的手中接过了种植雪梨的接力棒，一代代的传承，一次次的收获，让处于大山中的人们不仅收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更是把苍溪雪梨深厚的文化播撒在了他们的心间。94年那年，我们种雪梨那年，我们的收入得到了1万，家里面是挺高兴的，所以我们就养活了，就为这1万块钱养活了一家5个人。从今以后，我们就下定决心，全家都在家里面种这个雪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结合，让雪梨产业在苍溪县发展壮大。亲身经历了时代转换和文明善变的一代人，也有责任留住根脉，记住乡愁，传承雪梨栽培文化。 作为中国雪梨之乡，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苍溪雪梨这份农业遗产，苍溪县一直把选育良种作为重要工作。在距离城区几公里外的一片梨园，这里为雪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我们四川长期的研究所主要是从事这个梨品种引进和这个梨品种选育工作。目前呢， 从这个国内啊引种了比较好的品种，在我们这里啊进行栽培。同时呢，我们利用这个国内的比较好的名梨，与长期学梨进行杂交，培育出了更多更优质的苍蛟的系列性品种。四川苍溪梨研究所是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等单位支持组建，目前已经选育苍溪雪梨系列品种7个，建有梨品种资源库，收集品种资源167个，先后培育出6-2、5-51等特色品种。这2个梨品种是我们采用苍溪雪梨、与河北鸭梨相互杂交的这么2个新品种，其中1个是5-51，另外一个是6-2。这2个品种啊，除保持了苍溪雪梨原有的品质之外，它还具有果柄软、较抗风，这是第1个优点。第2个，它的平均果重啊在300克左右，啊果实适中。第3个就是果性小。第4个就是它的成熟期啊是在8月15号左右，较苍溪雪梨成熟期啊提早了1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含糖量怎么样，测试一下。通过刚才测试，可溶性固性钼含量已经达到12.6%，说明这个果实已经成熟了。而且通过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汁液比较丰富。而且肉质比较细嫩。从单一的传统品种，再到6-2、5-51等全新品种，苍溪雪梨的品质在不断强化，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延续。与此同时，为更广泛地覆盖消费市场，当地还引进加工企业，对苍溪雪梨进行精深加工。我们长期县具有上1000年苍溪雪梨的栽培历史啊。我们苍溪雪梨搞这个产品，选用优质的苍溪雪梨，采用古法熬制传统工艺，生产出产品呢具有止咳润肺的作用，特别适宜啊夏秋季饮用。今年，该司还投入数百万元购买全新生产线，为雪梨膏、雪梨汁等产品的生产提供保障。同时，他们还通过苍溪县扶贫电商中心，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进一步宣传了苍溪雪梨这项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加大苍溪雪梨栽培系统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一是将规模化、标准化的原料基地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到2025年，全县雪梨标准化基地面积达到25万亩，总产量达到25万吨以上。二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持续发展雪梨膏、雪梨罐头、雪梨汁、雪梨酒等精深加工产品。截止2021年，苍溪全县梨产业面积达16.5万余亩，年产量10万余吨，年产值近6亿元。雪梨产业成为苍溪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梨长于川北叫雪梨，而在川南有一处梨子更是以当地地名为名，名震四方。位于仁寿县城西南方的曹家镇，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7.4摄氏度，是全国最适宜梨树生长的地区之一。因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独特的曹家梨品质。曹家种梨历史悠久，在《仁寿县志》中有记载，明末清初，曹家就开始规模种植梨子了。这里3万多亩土地上，有近10万株的百年古梨树和成片的梨树林。现存400年以上的老梨树有1700余株。在曹家这个地方呢，几乎每一棵古梨树呢都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当然也有一段传奇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老师师傅一起去了解一个叫做望子成龙树的故事。这就是望子成龙树。对，现在400多年前，我们这个地方有万幸的一个老夫妇。他的儿子进京去赶考，1年都没有回来。在这1年以内呢，老夫妇每天就在这个树下，盼望儿子回来。哦，所以把这个树都压弯了哈。对，1年以后，突然他的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并且也中了举。哎，所以大家都叫它望子成龙。那这棵树现在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了吧？是的，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你看啊，它现在还在结果。对，每年的结果都不少，并且味道很好吃。据史料考证，在清朝时，曹家就盛产朝廷贡梨，而现有的100年老梨树们虽枝断体残，但仍在开花结果。 曹家梨树王已有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四川梨志就选用梨树王的刘真作为封面。这个树是我管护的，叫梨树王。传说当年老百姓把它认为是郁金树，每年看这个树都长得茂盛。就预示着今年风调雨顺，生活很好。那看今年这个长势啊，枝繁叶茂的，果子也结得很多。那今年也是一个丰收年哈，属于这种顺风顺水的感觉。对，是的，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梨创造了曹家历史，养育了曹家人民。每当硕果累累丰收之时，曹家民间就会举行敬梨仪式。 敬礼仪式开始，三拜起身，念诵100年梨香赋。愿君节而邻舍，礼同瑞而福长，今地属之红颜。摘下一颗最高最大的梨，放到擎起的一方红绸上。亲抚敬身，敬心。 最后，将梨放在金梨堂供奉。到此，敬梨仪式完成，梨乡儿女开山采梨。开工了！走哦走哦走！啊，我采的，今年看哪个采的多？我批哪个采的？硕果累累压枝低，梨香四溢满乡村。每年夏末初秋，正是果园里 最热闹繁忙的时候，果农们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他们口中的“金果果”，就是说的曹家梨，同样，它也是村民们的致富果。曹家梨总种植面积3万亩，年产量达9000万斤，年产值达2.3亿元以上，品种涵盖富者6月雪梨、金花梨、 黄金梨等30多个品种，其中培育的新品种6月雪梨，因其削皮24小时不变色，品质高，口感好，在市场上广受好评。而这一新品种的诞生，不得不提的就是跟曹家梨打了50多年交道的土专家万树良。这个梨子叫6月雪，它的品质很好， 皮薄、肉厚、水分多、核心小、含糖量高。这个梨子，它成熟时间特别早，在市场价格很好。你不信，我咬一口你看，抗氧化的。晶莹洁白的果肉，每个细胞里都充满了甜甜的梨子水儿，一口咬下去，就像冰糖水在舌尖上化开一般，整个人都被浸润的吸饱了水分。 我开初看中这个梨子的时候，它的品名叫翠冠梨。因为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在南方早熟的品种评选会上，它得了冠军。哦，因此我们很看重它。但是呢，我们不满意是它果心太大，含糖量不高。最后我们和专家学者一起研究，研究成第二代，花10年时间，第二代就成了啥6月翠。但6月翠过后呢，后头我们发觉还是不满意。 它的果锈太多，我们和中科院一起研究出果锈的问题，又通过了5、6年的时间，我们繁殖、种植、研究，最后才把培养成功。光是6月雪这一新品种的培育过程就长达16年，从无到有，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种这个梨子 确实是很辛苦的，我看它现在是金果果，但我搞这10几年，投入了几百万，家里面积蓄基本上搞光，爱人不支持，家里面也不支持，说我姑息这样了，还干啥子？干脆算了，放弃了。但我想到，因为我是曹家人，我祖祖辈辈努力着的，这个通过这么艰辛的研究出的东西不能放弃。特别是我们曹家上也是10年种植荔枝，而且还有这样是我们的品质很好的，我必须要坚持把它整下去。 我干个啥事，我必须干成功，干不成功我不放弃的。久负盛名的曹家梨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种梨人，有像万树良一样，老一代的种梨人至今还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前面的那棵老梨树一样，300年的时间，现在都还在开花结果。当然，也有年轻人加入种梨人的大部队当中，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认识到的这位主人公一样。 他的名字叫做陈凯，现在是早上8点钟的样子，他的果园正热闹。眼前这位年轻的果农就是陈凯，87年的他今年也就30出头，但黝黑的皮肤和坚定的眼神，让他比同龄人看上去更多了一份成熟。 在过去，他从事着与种植梨子完全不同的行业，凭借着踏实肯干，年入50万元，事业小有成就，家庭稳固幸福。但因为一次回乡探亲，让他的生活和曹家梨紧紧连在了一起。19年这片全是荒地，这一大片嘛，大概有多少面积呢？有500来亩。 从一片荒芜到现在，梨园种植了2万棵的梨树；从一无所知到如今管理的井井有条。除了曹家这块盛产物华天宝的宝地外，陈凯的付出与当地政府各项优惠扶持政策，也是如今这片累累硕果的基石。然后都是家里面都能挣到钱，哪个愿意？ 这些鲜梨还得再去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就夏子果哈，它是坑坑洼洼的，有虫害，也不光滑，达不到我们的一些标准哈。这个梨子看起来是光滑、饱满，但是它不足称。你看它只有4两多。 哎，我们标准是8斤。你看这个果子，这个我们的标准，光滑饱满，5.8，符合标准。曹家镇制定了严格的选果流程：人工采摘、装筐、初选、二选、三选、包装等工序，只为挑选出成熟度高、大小均匀、果体端正的梨子。 整个流程下来，只有接近60%的梨子才能入选鲜果销售市场。我手上拿到的礼盒就是包装好的曹家梨，上面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3个标志：富者资源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3个标志一应俱全。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2维码，这个2维码呢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2维码。那现在呢，我就扫一扫给大家看一看，拿出微信啊，直接点扫一扫就可以了。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农产品质量追溯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合格证的部分，包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数量是多少，以及到生产人的一个签名，还有到产地信息、生产过程、企业信息，通通一应俱全。通过这样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二维码，消费者呢可以更加放心以及安心的购买曹家梨。 严格完善的品控体系造就曹家梨的好品质和好口碑，而改变传统销售模式，更是打开了曹家梨的市场。由当地政府牵头组织联动，成立合作社，通过线下与多家知名商超卖场合作，线上开通专卖店做微商代理，形成线下铺市、线上推广的战略格局。 塑造了曹家梨的品牌价值，拓宽了梨子销售渠道，产品销售供不应求。大哥，你每天来这个收梨子收到好多箱呢？有100多件的样子。因为我们曹家人的这个梨子名气比较高，品质比较好，然后全国各地的客户都觉得好吃嘛，然后都在网上下订单，然后特别是像 北京呐、上海呀、广东这些地方，需求量比较高，发货发的比较多。啊，那这样你快递生意也比较好哈。是的，因为我自己在家创业，然后每天发100多件的话，这样子算下来，一年的收入也有个10多万。然后我们全家人的生活都不用愁了。在这片盛产梨的土地上，梨的清甜也给予了它更多的发展空间。 用鲜梨熬梨膏是曹家人人都会的技艺，其中熬膏人云师傅的祖传古法熬梨技艺，更使得他被评为了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你闻到你看那香味没有？你看那香味出来了。鲜梨的水分重，往往要取用20斤鲜梨才能熬出1斤梨膏。 严格按照古法熬制，则需遵循洗、磨、挤、熬4个步骤。我们祖辈都是这样，土方熬制梨膏，每个大概需要15小时左右。先是大火，后是微火，要不断的搅拌，不然要生锅，要变味。熬到这个程度起丝丝透明。 那就是好糖了。深褐透亮，浓稠醇厚，酸甜焦香，一口下去，从喉咙到肠胃，就像春雨拂过的大地，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冲到水里或者加入煮好的银耳，则更是一道满分甜品。在曹家，不仅有古法熬制生产梨膏，还在大力发展现代化梨膏生产。 全年生产梨膏20多吨，实现销售收入160万元。农业强则百业兴，在全面铺开梨种植业和梨加工产业后，当地政府又将目光放在了第3产业的发展上。甜不甜呀？甜。好不好吃啊？好吃。 现在娃娃放假了，我们就带到他们到这儿耍一下，这儿可以自己采摘，让娃娃在田间地头耍一下，他们耍得特别开心。我们在成都读书，然后真的暑假过来耍，这里挺好耍的。大妹，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梨儿非常好吃，很香甜，我都吃了几个了。那帅哥呢？嗯，这里风景不但好，晚上住起很安静，很适合人来耍。 曹家镇种植梨树的面积有3万多亩，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这里满山遍野开满的都是雪白的梨花，非常的漂亮。春天可以来这里赏花，到了夏天呢，又正值是梨子上市的时节，所以你可以来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关于猪的问题呢，也是完全不用担心。就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村委会的闲置房屋。 在这里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民宿。通过打造以后呢，你能够感受到的是归隐田园、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所以来到曹家镇，你能够体验到的是吃住游玩全方位的一个乡村旅游。3月，正是曹家镇满园梨花关不住的时刻。新春的阳光下，梨花如同璀璨的钻石挂满枝头。再过半年，这幅美丽的画面将变成香气更诱人的丰收景象。一棵棵硕大的曹家梨，如同明灯，照亮着曹家，点亮着这里的金字招牌。